许久未露面的奶茶刘若英19日在微博发布自己手拿场记版的照片，照片显示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开机，而导演正是刘若英。刘若英还在微博放上五月天歌曲《后来的我们》的连接，更有网友爆料这部电影男女主角是井柏然和周冬雨。微博图片中刘若英手拿的场记版显示，这部电影的摄像是台湾资深摄像师李平斌。2016年，李平斌凭借《长江图》获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，并获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像奖。据悉，这也是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。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场记版的笔记疑似出自井柏然之手，而此前井柏然曾以写得一手好字引发网友热议，让我们期待刘若英导演的新作吧。